家燕联合李玉芬排挤郭书瑶。就我们拍《小资女孩》那个时候，我跟瑶瑶跟玉芬，我们就干脆我跟李玉芬就一起推瑶瑶。哦，故意在幕后花絮里面欺负她。我说好啊，反正都已经被戳破，那我们就直接排挤她。最真性情的柯佳燕都在优酷土豆网，承载名人堂。